还以为你说他们会打架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给我搜，不准任何人离开。好的。 他们是谁？快抓住他！ 他在哪儿？ 住手！ 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，对吧？绕开，别等到。你就是一个错误，我就不该教你。现在你知道的太多了。
今晚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次机会。这次我势在必行。看着你的眼睛时，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受惊、愤怒的孩子。出来吧。